台东新增市空调空调空调餐房台中清真寺清真还一啊，回教清真还一，这边叫天荒呢，中间那个天荒，它就是到A六三五朝拜圣地哦，换佛专供啊，五里面里在客朝，那个朝，一生里面朝圣至少一次，到A六三。中间的方形建筑代表天荒，小净洗手莲教，大净洗身体，大净哇，大净身，哇。小净洗手莲教，大净洗身体，大净哇，大净身，哇。
天我来的时候特别跟他沟通，他也很重视我，他认为说我们那个老师也应该比较重要，所以他特别好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比较这个比赛教的意义思想核心，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个导览。那现在是我们先互相双方的这个所长还有老师还有教师啊，对吧？由我先简单跟介绍他们的背景，介绍完之后我们就入正主题，然后最后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式的一个会谈的一个重点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教长，我们的教长是范道先生啊，我们的这个陈先生的教长。那他是在是留学埃及的啊，埃斯哈尔大学伊斯兰法学系啊毕业，所以他来当教长在多久啊？非常崇高的一个在这个可兰经上面教一些这种非常的真理这样的，先到国外去留学回来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尊敬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副校长，我们副校长是郝孝廉先生啊，他是这个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啊，伊斯兰宣教系的学士，所以他们就是真正在他们的一个国家里面呢，在留学过，然后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考试跟认同啊。那这部分就是我们去给他们推崇。那现在我们。介绍我们南华大学啊，南华大学我们的所长啊，于凯文于老师啊。那我们的于凯文老师，他是哲学博士，他专攻南传啊的佛教，还有就是哲学的意义啊。再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何建先生何老师啊，他是留学这个印度哲学博士啊，他专长是哲学、印度学还有整个佛学啊。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郑先生老师。啊，他是我们学校的助理教授，他的专长是基督天主的一个宗教思想，还有宗教社会学啊，这部分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我们校长准备一些资料，他也要附赠书籍啊，就是我们校长，就是我们是把他送书给我们，我们的班长啊。Thank you.
这一套想知道怎么样的那个天堂那当时的部分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也是一种照相中妈还是看那个面里开课程做功课啊，那天遇到参加提高的做了很多笔记还是书给你的因素刚才是说呢如果说像这样学所以我觉得刚才在看你看这些内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把天空跟天空上的这个搭配，因为你看还有阿甘正啊，就是然后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想法蛮有特殊的一个地方，好像你蛮要去做这方面的思考的台湾，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同学们之间的那种情谊，我说没有办法了，大概这样坚持到一段时间。好好好好好好
那这些国家跟台湾已经断交了，但是有些就是跟我们断交的时候啊，他最核心的是他出了一半的资金嘛，100万美元，但是断交以后啊，这些资源就没有。那我们台湾就说大家都是军工教啊，都是这样自给自足的来撑这个薪资，他经费在外国的工作很少，几乎都没有断掉。那我们这个跟这个社区的互动关系，基本上就是说，像这些外劳啊，像社区啊，如果他要办活动啊，我们经常制度就是让这个资源分享啊，社区会来承办。那至于说我们对社区的一个关怀啊，那基本上的话，现在我们摆在发动特色。那现在我们对外的寻找的一个管道只有大学啊，像那个东海大学、静宜大学跟那个广厦大学，就是说我们会跟他们合作办一些讲座，基本的讲座啊，讲座。那社区这些方面目前没有开办。那台湾是属于一个这个引进信仰的方式道路啊，那基本上的话，这个一神教的不败之心，这一点的话他们现在不敢信啊，因为不败之心好像会笑啊，引起波折。那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传教士来到台湾来传教，就是说不能败之心。好像是在这个马街这些看来的台湾人的民间信仰都不能接受，都不能坏主心。所以说呢，好像第一个新主教的一个道场是基督教的亡灵，最后呢被佛门跪倒，这一就所以民间信仰基本上是要坏主心。那这个问题呢，是一般民间的信徒不能接受的啊。那我们会用一些方式，就是说你父母亲在世的时候教训，但是他归根有没有归根系的，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能够认同的，能够认同归因的一些东西啊。那要穿哈，台中清真寺，清真还一啊，回教清真还一。
谓在偏方呢，中间那个偏方呢，它就是到1635朝坏圣地哦，换佛。五里面里在客场，那个朝一生里面是朝圣至少一次，中间的方形建筑代表天方。小净洗手连脚，大净洗身体，大净我的净身。哇！那送给教授，因为这个事情是有一个
外部来了，对你们就是讲身份的信息啊。那么下面这些是送那个，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是。哦，可能可能。
怪的人做一部分，最后形成一些基本上如果是教授需要这个会员，我们这边可以提供作为这个学术的研究。三股蓝金呢需要出钱，出钱就需要一般的，就是要一个预备一般的基本知识。如果是教授也需要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补蓝金。当然现在基本上我介绍各位一个就是在网上就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的补蓝金，它是香港的一个网站，去过那边有地图啊，就是点赞然后点播啊点 HK 一个网站是最好的网站。很多认同啊，很多都是皈依的一些东西啊。那
可能，台中清真寺，空调空调。